44年前这首歌是这样的。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们来到学校里，我们一手提着小书包，我们一手拿铅笔，我们见了老师笑嘻嘻，就是忘了性格里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小，孩子一年级。那么40年后是这样的，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们来到学校里，我们一手提着小书包，我们一手拿铅笔，我们见了老师笑嘻嘻，就是忘了性格里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小，孩子一年级。耶，谢谢各位的掌声，干杯。